我们出发吧。爸爸，我们走哪条路呢？我带你打滑梯去。行不行？走那条吧。好。来了一辆送冰块的车，看这河面多结实，大卡车上面都能走。完蛋了，润滑梯维修。
吃啥呢？怎么我不在的时候总有好吃的？你看吧，你看吧，你看谁呀？这啥呀，老叔？啊，这啥呀？你猜呢？我瞅瞅，哎呀，羊肉啊！呀，这多三条狗呢！那我小胖走了，把这狗甩给我了吧？那晚上咋整啊？我就我养了呗，我伺候呗。晚上呢？晚上跟着我呗。随车？我就那给他整狗窝，给他搁屋里整热乎的待着呗。放家里面，放二姑奶奶啊。哎呀，你别说这三狗这体型长得有点像小胖啊，胖乎的哈。咋整的不？养挺好，挺可爱的呢。哎呦妈！哎呦我天，小胖回去了？走了，回浙江了？上哈尔滨了。干啥去了？不知道啊。回不回来了？不回来了。房子也扔给我了。房子也给你了？啊、嗯。那房东同意吗？同意，他说了呗。咱也用不着吧。我就寻思谁来谁再来啥的，谁再住住的呗。煤啥的办的啥，咱可以整回来。没有多点了，都烧没了，剩六七袋煤吧。那也行啊。半子没有了，半子没有多点了。那煤咱拿回来用。对呀、啊，我就到时候那个谁来了上那住住的吧，给我住的。没有，这住席吧。这咋这么巧呢？赶的呢？啊，你猜点来的吗？这不，我真没猜点来，我就上领孩子大河打滑梯，没修好。拿碗筷给他。我不吃，吃不吃，我带孩子一会儿就回去了。你咋吃？漏点，不漏，漏点。我跟你还客气啥？我带孩子上那个打滑梯，滑梯没修好。啊。王叔还去哪玩？他说上涛爷那玩会儿去吧。啊。你整点，快点。我不整，你咋整？我领他溜达。没有东西办子了，我这不就吃点？我真跟你客气啥？还吃点？放了没多点了。哎，老官，爸带你玩雪圈。把腿都放上去。玩够了没？玩够了。玩够了，那咱们回家。好。那你躺着吧，掂量就咋的了。这一天天的，刚遛完娃，就得遛狗，忙忙碌碌啊！兄弟们，娃也遛完了，狗也遛完了，马上剪视频，剪完视频咱们上传。晚上6点多还得接个飞机，明天继续一路向北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太水了是不是？这就是阿林的日常生活啊。平淡无奇啊，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拜拜。